Our technology person show how to disassemble fuser unit, transfer unit, toner cartridge, how to install pickup runner. So easy.这个开关旋转一下打开，你看这个转运带取多简单，是不是？这个整个机器我把它核心配件分解都不要两分钟啊。然后我装也就是说摆在这个轨道上面，反正就一个定义，一个这个东西，定义不转运嘛，还有四个套骨嘛，四个套骨啊，还有搓骨轮嘛，来顶一下就可以了，就安装好了，然后把这个开关打回去。所有这种机器的一损件更换，根本螺丝刀都不要用，而且又简单，就是总成。那平时要换刮板加油烟？基本上不用换的，这个东西你基本上不用换。还有个充电吧，有个充电吧。充电在套骨里面。是这个没充电是吧？这个没充电，套骨在骨里面，也推进去，听着一声响，就可以了。它只是四个充电呢？四个充电，每个骨连是一个充电。你看这个，我看工具都不用。你看换搓子轮啊，换搓子轮更简单了，把抽屉拿出来，这里头旋转开关旋转一下，把这两个抽屉取出来啊，不知道有多简单。你看换搓子轮好简单吗？把这个 U 型盘搞掉，推进去就可以。所以说他我们去外面修机器，基本上工具都不用带，几分钟解决问题，哪有要搞好久的？随你换什么一瞬间，都是秒的。大部分分解还是好拆的，只搓子轮。那我跟你讲，失落的，只是转进去。失落的就很难拆，失落的它不能取下来，它在里面钻就没那么。对啊，你在里面钻就没那么简单嘛，复杂，比复杂多了不？是吧？你看核心件、搓子轮、鼓、定义、转运带，一下子就取出来了，简不简单？又简单又耐用，搓子轮随便40万张。这我应该搞定。哎，问题完全没问题，效果也漂亮。OK。